Mamadi. Emergency door release. 好，你弄给我看，弄给我看。各位乘客请注意，发生紧急情况时，请使用每辆车内的紧急对讲机、灭火器或紧急门释放器。这种设备，特别是紧急门的开启，只适用于极端紧急情况。谢谢。 把屁吹散，是不是？他是三代年，你就应该。